点样喺 WeLab Bank 开户？足不出户就搞掂。下载咗 WeLab Bank App 之后，喺主画面揿开户，输入你嘅 email 同手机号码，然后填写收到嘅验证码以通过验证，跟住影你嘅香港身份证，注意避免用光线直射，以确保身份证冇反光或者阴影。拎起手机进行自拍验证，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下，将眼睛对准绿色圆圈，然后跟指示眨两次眼。完成自拍验证后，输入个人资料，然后设定你的 WeLab Bank 账户登入名称和密码，以及流动保安编码，亦可以按需要设定 Touch ID 或 Face ID 等。填写你的地址，我们会将无卡号设计的 WeLab Debit Card 邮寄给你。填写你的工作及账户资料，同时可以选择登记埋转数快，方便以后跨行转账，然后确认所有资料正确。记得输入啱使嘅优惠码就完成啦，搞掂！随时随地进行开户就系咁方便快捷，即刻下载体验新世代银行服务啦！